还真的蛮疯狂的，很开心耶。店子拆了，这个脚本的撰写应该是风筒里面员工想说挖出 Terran 心中疯狂的灵魂，都没有在演戏，觉得自己戏演不好。那刚刚的角色是完全用 Dennis 那个疯狂哇的方法演出来的 Terry， 那平常去演别人应该就没有那个技术了啦。加上演戏要等好久好久，有时候会把晚上主持节目的功力啊会消磨一些吧。不过跟风头还有神魔之塔有很多很多的渊源，六年来呢都跟着一起玩。那 Dennis 不做什么手游活动，就做神魔之塔，还蛮开心的。Hello， 大家好，我是琪琪，对，我现在是一期的直播主，那很高兴这一次可以跟神魔之塔一起合作，然后参加这一次的微电影拍摄这样子。那这一次的女主角是陈妍希，天哪，是讲当初自己在大荧幕上看到她，然后现在可以就是看到本人，我觉得很开心。剧情中呢也有很多我自己亲身经历玩神魔之塔的时候会发生的一些趣事，那你们呢就跟着我一起感同身受，多多留意吧。